嗨，各位，又是我呀！今天我们准备了辛拉面，然后，泡菜，这个是辣白菜，然后这个有几个糖蒜，然后这个是月饼。来看看这个月饼啥子味道的，我随便拿一个的。红豆沙，一看就是红豆沙的。这辛拉面，真的两个蛋花进去，所以黏黏糊糊，特别果味。第一个，味道还可以。突然发现这个泡菜夹的这个面还挺好吃。把这个蛋花儿蒸进去，真的是很香，很够味，每根面条上面。或多或少都看得到一点儿那种蛋花，真的很香，你可以搞一下。还好吃。Wow.